我觉得柯文哲他有点亲近那个中国大陆。侯友宜，我觉得他的讲话的那个讲话的口气啊，口吻那个不够流利。然后柯文哲，我是原本对他还蛮算蛮有好感，因为他毕竟是素人政治。可是后来我觉得他太常失言，然后他好像把这个失言当作是他的一个特色，对特色，然后就是觉得说大家都会原谅他这样子。当总统失言的话，你如果对内就算，对外失言，那我觉得就比较担心这一点。Hello， 我是街头派对的宇杰，今天要做的是总统的民调大对决，分别有国民党的侯友宜、民众党的柯文哲、民进党的赖清德。而这集我们来到了屏东市区，由于前两届总统都是由小英当选，全国的绿色面积本来就会比较大。而屏东市区与全国的选举结果相近，在我们街头有派对指标评价为差距小于1%的中立选区。那现在就开始民调吧。投一下，贴贴纸。贴纸而已。对，删掉这位先生。为什么删掉他呢？对他最没有感觉啊。那这里2选1。2选1啊。中间吗？啊，中间。为什么犹豫一番之后是柯文哲？因为他在中间。他不是都会讲什么 SOP 吗？就会感觉比较有自己的一套流程。讲一下你的看法。因为之前都是不是蓝就是绿，然后他是好像是无党的嘛。他现在是民众党的。民众党的，就是有一个新的党出来，我觉得就可以有不一样的色彩。那要对这两位讲一下看法。加油！好，分享一下为什么是他。没有，我只是常看到他而已。常看到他吗？对对对。还是对这两位有什么看法？这个还好，这个柯文哲要怎么讲啊？但我觉得他蛮敢讲的啦，还不错。哦。对对，只是我觉得他应该比较有政治的。那过去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感？没有。没有吗？有啦，其实还不错啊。他台北做的还不错。他是新北。哦，他新北吗？三个都可以贴吗？选一个。只能选一个。对。比较好了，让大家。隔壁啊。好，贴贴纸。你可以擦。现在也要提他，总统一样。为什么是柯文哲？因为柯文哲他是一个，不知道，我就只是喜欢柯文哲而已。他就长得比较亲民一点，我感觉如果要选的话，长得亲民一点也是给我们民众一点好比较好的观感。有满20吗？没有。哦，没有满20吗？对。OK， 那我可能要把你的票撕掉。那你有满20吗？好，有，就是有。那你支持谁？侯友宜吧。侯友宜，那、你刚才在笑什么？没有，我怕他讲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那就是我们是要听的啊。好，那你为什么选他？哦，因为我是新北市的赖清德。赖清德吗？为什么？喜欢赖清德。赖清德为什么？比较会照顾人民吧。先开来听里面。赖清德。好，为什么支持赖清德？因为我是民进党的。第一，我认为他的能力够。他有一点那个，我觉得柯文哲他有点亲近那个中国大陆。侯友宜，我觉得他的讲话的那个讲话的口气啊，口吻那个不够流利。赖清德过去有没有什么做过让你比较有感的事？第一，他的能力够，因为他当过律师，而且又当过什么的人，老师、教授什么级的，他的学历应该都是 OK 的。然后他的讲话的那态度啊，他的口齿清晰啊，讲话非常很有道理，而且很会为我们，台湾人争取权利义务。好，分享一下为什么是赖清德。我觉得可能本身对那个目前的执政还蛮支持的啦。总统支持谁？为什么是柯文哲？可以没有原因吗？也可以。还是对另外两位有什么看法？是比较没有那么了解这一块，但是就比较会支持他。支持谁？我支持柯文哲。好，为什么柯文哲？因为他有气魄，敢讲话。那过去的政绩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感？虽然没有政绩，但是好。哦，没有政绩是吗？没有什么政绩，但是不错。侯友宜哦，哇，侯友宜台北人算伊拢无目睭，啊，伊就讲台北人无目睭，啊，算伊人都无目睭啊。赖清德也好咧，不错啦。好啦，好啦，来来来，要讲一下吗？为什么赖清德？有满20了吧？啊，有。为什么是他？柯P就是比较勤于基层，他的政见我也比较能接受。那为什么支持他？看起来比较亲民啊。柯文哲的话是对基层是比较很扎实啦，再加上他又是医务出身的，对于人民的心声可能就会更接近吧。侯先生的话，其实都会看到，就可能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吧。我应该会选他吧。好，为什么呢？也不一定。
目前其实我也会蛮想选他的。赖清德两岸政策应该是比较明确，可是柯文哲的话，他也蛮有担当的，应该也会是一个好总统。这两个都不错，柯文哲吧。好，为什么倾向他？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哎，也不知道吗？对，就那对另外两位的看法。因为我本来家里就没有颜色了，所以其实就可能会觉得哦，绿色有当过，哦，蓝色也有当过。那我可能想说，不然换个无党的试试看吧。好，为什么是侯友宜？国民党的。嗯，支持国民党什么点？我本来就是国民党的。哦，你就是国民党。对啊，对啊，对啊，我就是他们所谓的深蓝的。了解。那你对这两位有什么看法？这个是叛徒啊，是战争跟和平啊。啊，这个年轻人喜欢啊，就不错啊。叛徒的点是因为他台独嘛。哦，中华民国怎么是台独呢？赖清德。好，为什么？分享一下。没有为什么，都不想。都不想。那你有没有最不支持哪一位？侯友宜。我觉得他看起来最假，他感觉干话比较多。干话比较多。对啊，给他。为什么是柯文哲？因为讲话比较实在。嗯，对、啊。那过去的政绩呢？过去的政绩不就是台北市市长？他有没有什么做什么比较好的，让你最起码说得到，基本上都做得到，包袱比较轻。那你对侯友宜有什么看法？没什么看法，感觉就好像躲在人家背后，上面太多大佬了。他要能够做事情，应该要闪过上面很多很多的人包袱要解决。那赖清德，这个就政绩就是这样子。怎么样子？没有太多的新意啊。对啊，台湾需要一些新的、比较突破的一些东西。支持哪一位？我们是 YT 频道，叫这个。我应该是这个吧？好，为什么是赖清德？目前台面上。对他比较有好感，侯友宜，我就觉得他最近那个新北那个卫药的事件，还有他这很多事件，都觉得他处理的没有很好。哎，就是我有看过他一些访问的片段，人家问什么，但是他就是答非所问，然后他会绕很大圈，讲了很多。他说哦，我们就是会做事，然后会怎么怎么做。可是我听起来就是没有看到他解决他真的去回答人家问的那个问题这样子。然后柯文哲，我是原本对他还蛮有好感，因为他毕竟是素人政治。可是后来我觉得他太常失言，然后他好像把这个失言当作是他的一个特色，对特色，然后就是觉得说大家都会原谅他这样子。当总统失言的话，你如果对内就算，对外失言，那我觉得就比较担心这一点。可是他说他有很好吗？也没有，因为他之前像他那个劳基把那个什么。说大家做功德，也是觉得说他有点在讲干话。我其实蛮单纯，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要去看啦，但是目前还没有做功课。但是很多人在提醒我这件事情，那我怕我被漏收出来了，所以我就先服个软。OK， 就不讲太多。对，先不讲太多，简单分享就好。简单分享，就是我对他比较有印象。我虽然是就是屏东出生，但是我在台北生活好几年。那就是我有看到台北是有一些地方是越来越好的。其实我对侯友宜原本的印象也是蛮好的，但是因为他最近的发言就是有一点让人家就是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好。我对民进党就是纯粹只有喜欢小英，其他人我就还好。政党本来就应该要轮替，不要是同一个政党一直做，所以我会觉得可以换下一个政党做做看。对，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健康的。请问总统支持谁？好，那你们分别分享一下为什么是他。你先好了。因为我觉得蓝绿都是垃圾。因为蓝绿在政治界太久了，该换个新鲜的颜色了。那有没有喜欢他什么点？他的逻辑清晰，然后真的有料。我喜欢会讲真话的，而且其实。他把台北就是弄得真的是还不错。一个贴一张就好了，贴一张，一人一张。好，为什么支持他呢？没有原因。没有原因。先生你好，支持谁？帮我投一下。贴贴纸。好，为什么是柯文哲？为什么？我觉得他理念跟我们比较相同吧。什么样的理念？我觉得他联合政府的部分都还比较符合我们需要啦。对啊，对啊。那觉得过去他台北市做的？我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还知道。对啊，对。然后为什么是柯文哲？就比较觉得他的那个议题，还有他的那个，就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你分享一下对侯友宜的看法。他先生也是侯友宜吗？就国民党嘛。他比较正直了，感觉了。先开了。对。好，为什么是柯文哲？讲话比较实在。帮我投一下吗？贴贴纸就可以。
哦，你支持谁？撕一张贴纸。来来来，你只能选一个，不对，不能看，不能偷看了，不能偷看。来来来，你们是某什么单位办的？我们是 YouTube 频道，对哦，对。好，那为什么？简单讲一下。你永远跟我讲，我不要讲。我选会做事的人啊。先开来贴里面。好，为什么是柯文哲？就是因为太难选了，所以选一个比较中立的。贴在里面。里面啊，好。好，为什么是侯友宜？就是他的那个做事风格有比较欣赏。根据他之前当那个做警察的时候，做事的那个风格啊，对，觉得他很公正。为什么是柯文哲？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候回答政见都还蛮有智慧。那对另外两位有什么印象？还好吗？你该学他抓头。会支持谁？柯文哲啦。为什么是柯文哲？因为这个被国民党不会中啦，这个会打仗啦。哦，那支持他的理由是、比较中立啦。侯友宜当选也是像那个李登辉一样啦。李登辉第二啦。人家以前韩国瑜在选的时候，他没有替人家那个韩国瑜的那些人马，怎么会投给他？那你怎么看郭台铭？郭台铭这个人应该是不会死。不会当选的，因为他大陆的投资了很多事情啊、哦，会被民进党一一把他挖出来修理了。为什么会支持他？没人选了、啊，只能选他了。那其他两个为什么不能选？可能政党的关系吧。柯文哲让新的人做做看。好，讲一下为什么。好，因为这两个我不喜欢。有满二十，没错。有啊有啊，好 ，OK OK， 那我可以看一下吗？哎、欸，不能，不能，要直接先的。好，为什么是柯文哲？终结蓝绿恶斗。还有要分享对另外两位的看法？没，我觉得就都还好，就都还好，要支持柯P。会支持谁？好，为什么是柯文哲？他比较敢讲话，讲的话比较让我们听得进去啦。政绩他倒也没有什么政绩啊，这三个都没有政绩啊。帮我贴贴纸，最后一票了。好，为什么是柯文哲？不知道，反正就觉得就是想投他，他很敢讲话吧，然后做事也比较执行力比较强。那对侯友宜讲话就是只会说不会做。那赖清德本来就不爱绿色。劝一下年龄层大概是40出头。好，谢谢你。不会不会，谢谢。好，我们完成了屏东公园的民调大对决，屏东的下集完成了。来看一下票数哦，侯友宜12345678 9九票，柯文哲1234567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8 19 20 21 22 23 25 26 27 28 29 29票9 29，赖清德12345678 9 10 11 12 12票。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在屏东市区是碾压其他两位的，然后过半的29票。然后早上的话则是赖清德还早市拿到25票。那我们现在总结早上跟现在的票数，侯友宜21票，柯文哲42票，赖清德37票。我们可以看到侯友宜他真的已经稳坐老三的宝座了。然后这里竟然柯文哲可以赢赖清德，这也是绿色的选区，所以现在可能就真的是这两位在竞争谁是第一吧。